到长城除了当好汉，还有啥是我们不知道的？长城它有几种，一种是全是石结构的，一种是这个土爆砖结构，一种是纯黄土结构。对，这个就是纯黄土，纯黄土结构的，一门为寨，两门为屯，三门为堡，四门为城。关于咱们这个老营城啊，还有一句话哦，叫铜偏关铁凝武，生铁铸成的老营堡。这石头真棒，真实在啊，真不是咱们说的那个砖，不是，那感觉是打出来的石头。咱们现在摸得到的地儿，跟咱们其他看到的那些个堡啊、堡啊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它确实是真结实。这是空心敌楼，这呢是马面，您看它三面可以出去，正面、两面，对，都有。朋友们要注意啊，这种圆的呢就叫台，方的就是墩了，墩儿，哎。这个字儿还得教大家念侯，侯，这个呢就是峰了。远远的看见似乎都差不多，但是呢，仔细一看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对，是吧？